有的时候对于像这么会唱歌的人，伴奏呢是多余的，清唱呢才是真正的原汁原味，这是无色素、无味精、天然。无添加，还不是转基因。你今天就来想象自己再度蝉联年度最佳女歌手的时候，你会哼一首什么歌呢？如果的话。如果来，这个来模拟你的奖杯，来，这样好不好？这样好不好？我真的，哇，这个奖杯，我豁出去了。那个，我想问大家，你们知道我哪些歌？告诉我。我告诉你们哦，你们会唱的，他现在都可以清唱哦。要不要？要不要？我先放下。来，给我来，我来，我带你啊。我们就试试这样吧，因为你歌太多了，虽然出道没几年，已经有那么多传唱歌，我们就选每一届在中歌榜典礼上要演唱的那个歌，让现场所有的朋友我们来一起唱好吗？第一年应该是2006年度。让未来到来，让过去过去，做到谈何容易？有一天老去，有一天离去，遗憾还是在心里。我可以绝口不提所有和你的曾经。如果这是你想要的，我会尽力。好，接下来2007年度。今天呢，亮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新人认领的活动。你知道就是你认领的，就是谁的心愿吗？我不知道。知道满人都不知道是谁的心愿，我们看看他们的文字，好吧？来，亮也，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。这一位呢，陈永旺啊，这位同学。这是西昌市川兴中学高中的陈永旺同学，他的愿望是黑色羽绒服。对，他特别强调妈妈的体型偏胖，身高1.55米左右，就是给妈妈买一件羽绒服，冬天到了。这是儿子吧，好贴心哦。是。来看看下一位。今天一票认领两位。西昌市川兴中学高2013级四班的高丽萍同学，这一定是一位女同学。她说：“我想要一台全自动的豆浆机，那样妈妈就能每天喝到新鲜的豆浆了。”又是给妈妈的。来，我们把亮颖准备的礼物拿上来给大家看看。我知道亮颖呢，刚看到同学们这些各式各样的心愿当中，看到给妈妈心愿的时候，她心都软了。我妈也每天早上要喜欢喝豆浆，所以她有这个习惯，所以我看到这个礼物就特别有感觉。是豆浆机她也很赞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女人就应该喝到豆浆啊。对啊，是吗？是男生喝的。那以后的妈妈也多喝豆浆，身体健康。对，那这一个呢，就是亮颖这次贴心送出的另外一个同学的给她妈妈的这个豆浆机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好，希望他们都能够很喜欢这个礼物，希望他们快乐。会用吗？我会用。平时给妈妈做过饭吗？那我们家的不一样，我们家还有一个绿的。哎呀，绿的那个。你 out 了，绿的那个过时了。你亮颖买的这个是现在是最新款的。对，这个便于清洗，你知道吗？哦。哦。哎，这个亮颖。给你妈再换一台啊。将来你是发出欢迎我代言的那张机。因为就像这几天我一直心情特别好，因为我应该过两天就可以回家了，因为太长时间没回去。哎。